蒙牛四三五，中国最强音，现在继续。伊森打的是，我只打8.5的。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四个老师，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有请章子怡组的尹溪水带来歌曲《彩虹》。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不必人懂。需要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接下来我们四位导师请讨论一下尹溪水水哥今晚的表现。其实他五天前就有说过关于那个改成摇滚版的这个我只在乎你，他是有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一个歌手要为他自己的上台的状态负责任。他第二轮唱得不错呀。因为对，因为他上台的健康情况不好的话，他自己是要负责任。他觉得他不是特别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编。Yeah， 死定了。第一首歌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可以先说，我打完了。好，我是打8分。郑钧老师，你打的是？我打是8.5分，因为也有感情分。尹溪水在子怡导师那拿到的分数啊，我给他9.5行吗？还是不行？9.5，我觉得子怡已经有资格在那儿。你是非常考虑到我们节目的平衡，不是？他是一个 balance。算了，我给0.5，多了0.5，好吧，9分吧。好，因为脑子转不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差多少分，反正就。
已经顺利保送本组陈怡琳晋级成功的罗大佑，会继续遵守三方同盟的约定，削减章子怡组的势力，还是借助现有局面解决掉对于三大导师威胁最大的 Hope？ 本轮给分意味深长。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所以比较满足。快点进行，然后赶紧去医院打一针，要不我有点随时晕倒那个状态。青春很酸甜，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冠军战第三战的最后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舞台来和大家一起宣布，来各位请起。欢迎回到《青春很酸甜，蒙牛酸乳，中国最强音冠军战》。现在何老师已经回到舞台上，同时带回来的是四位导师在合议是合议的结果，三组待定歌手，到底谁能够继续停留在冠军组呢？因为越来越接近我们中国最强音的尾声，所以导师们的取舍越来越艰难。而这一次的分数其实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落差，可是导师们对每一位歌手的疼爱却是不相上下的。那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经过四位导师合议同时打分之后给我们的一个今晚的最后的悬念，到底在三位歌手来自章子怡组的金贵晟、尹锡水和陈奕迅组的 Hope 组合这三组歌手当中，哪一组唯一的一组可以留在冠军组？首先金贵晟、尹锡水请上前一步。我先宣布一位要去到逆袭组的成员，你们两位的分数相差总分有四分，分数较低的是7.5分。我打6.5分。我打7.5分。我最后看伊森的，打7分的。7分，好。我是打8分。我打8.5分。多了0.5，好吧，9分。我觉得一个歌手要为他自己的上台的状态负责任。我打了7分。分数较低的是金贵晟。所以要加油了，希望可以逆袭啊！我们还有机会，还有一次机会。那接下来 ，Hope 组合请上前一步。Hope 组合和尹锡水之间的分数相差2.5分。在给你们打分的过程当中，甚至出现了有导师想要放弃、为难到不知如何决定的地步，最后。你们两组分数较低，要进入到逆袭组的是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现在继续。要进入到逆袭组的是9分。我也9分。我只打8.5的。我给8.5。要进入到逆袭组的是尹锡水，所以我们也恭喜 Hope 组合留在了冠军组，恭喜。但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来送给尹锡水和金贵晟，我们借用金贵晟今天在这舞台上唱的一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心情， We all raise you up。 所以各位请加油，在逆袭组我们等待着你们再次逆袭成功回到冠军组。但是同时要提醒两位，确实之后最后一场逆袭战的挑战非常的激烈，因为确实要8个名额当中只有1位能够回到这个舞台上。那现在我们也跟大家报告，经过今晚的第三战，我们现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并不是我们原本诉求和一定锁定的一个平衡，每一位导师各有一位歌手留在了我们的冠军组，他们分别是章子怡组的曾一鸣，恭喜。罗大佑组的陈怡琳，恭喜。郑钧组的我们的刘明辉，加油。以及 Eason 组的 Hope 组合，
再一次感谢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同时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梁翘柏老师，谢谢。谢谢，再次感谢一网一度电、美的电瓶空调科技产品选英特尔星、珀莱雅海洋防晒笔瓶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边我们也再次感谢富力地产、海南富力湾、途家对本节目的支持，感谢携程网、五星酒店旅游体验奖励，登录虾米 APP 独家视频十二强更多的场外 demo。 想成为第五导师团的500位现场观众，您可以下载湖南卫视的移动客户端呼啦，并且完成其热门任务，就有机会来到现场直接观战了。好了，我们下周再见吧，加油，一起加油。其实这个排兵，今天的排兵，我觉得你怎么弄他最后都会是差不多的结局，皆大欢喜吧。男导师的阴谋是把曾一鸣跟水哥派到一块儿，让他们自相残杀一下。很为难，他真的很为难，今天很为难。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知道怎么样的结果出来不知道。但是后来被子怡发现了之后，然后说这个友谊重要还是比赛重要，越来越变成是一个内心世界爆发出来的一个整体的力量，有感觉。这赛制把大家搞都搞疯了。从表现上来说，我觉得是公正。都变成小阴谋家了。我还是乐观的，我还是乐观的。一瓦一度电，魅力变频空调，提醒您下期精彩内容。相信音乐，我相信他们。